那这一款基本上是个脱出游戏啊。好了，总之 Network BV 啊 ，Opening， 先看看故事开头。哦，有个大大的月亮。在夜晚，在黑暗的路上走着，总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跟着。某激动，所有人马不戏，那只幻影。我转头一看，谁都不在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哦，不是谁都不在，有人在啊！哎，他过来了，你干什么，大哥？大哥，大哥，走开了，走开了，你好讨厌哦！哦，不知。Network BV， 那阿姨是什么啊？いきなりすってくるなんて，突然就袭击过来了。一代，好痛痛痛痛痛！哦，被刺到的脚流出了血。哎呀妈 ，Talking 啊！啊啊，太痛了！一走起来就痛得要死，这样子没法跑了呢。そうだ、電話。对了对了，电话电话。警察と救急車で呼ばないと，对不对？不叫警察或救护车的话就。没电了，干！就跟你说要充电嘛，你这个智障啊！这样子不行啊，这样警察就来不了了。とにかく今は逃げなければ，总之不逃不行了。啊，在 New Game 前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说明啊，不需要了。啊，好，看一下好了，解说。哦，你就可以这样，就是点这个镜头啊，可以走到下一区。那游戏开始之后呢？啊，会开始长长的倒数。那么，就算你在选单画面或者是文章里面，那、都不会停止。哦，好猛哦！当你倒数到零，就会被袭击了。在那之前，逃到别的地图吧。你逃到别的地图啊，你的倒数就会重置了。看，现在没有时间拿，现在没时间拿行动电源了，好吗？你被追杀哎！你现在被追杀，你应该是就是直接绕跑都来不及，还拿行动电源？你们傻的吗？啊，在30秒以内按下去，前进到下一个地图。嘿，哦，哦哦哦哦混蛋，吓我！啊，在解说中啊，会特别的让倒数停止。在你移动的时候呢，啊，会突然有一个斗篷人啊，在你挡在你眼前。那在这发生约的4秒钟啊，你是没办法任何移动的。啊，那我只要往回走了。哦，现在只要往上走。然后说明就这样了啊，来解谜吧，啊，找到钥匙，把门打开啊。翻过去就好了，又没很高，你根本低智能，气死我了，好吧，回去解谜去。哎，都这些什么？像小孩子般的文章啊，所写的看板，那、乱七八糟的。啊，没有没有啊啊有啊，萨木伊萨木伊，好冷好冷。钥匙啊，都在那个盆栽底下啊，谁拿了呢？啊，没钥匙就进不了家了，好冷好冷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原来他怎么在我前面？混账！啊啊！救他！哦，好险好险！重置重置！啊，钥匙钥匙，盆栽这里啊啊，在盆栽底下的钥匙啊，得到了钥匙。OK， good， 简直我是高手。不好意思，看什么东西可以捡，走开啦！你以为吓得到我吗？戳你！戳你，戳你！哎，我是把那个滑鼠开出来会比较好。你们要我把滑鼠开出来吗？开门吧。啊，使用那个钥匙打开。哦，搞定。接下来啊，就是手册确认，我觉得我可以把滑鼠打开好了。这样子你们看会好一点。截取游标，哎。确认一下啊，对啊，这样你们可以看得到啊，可以跟你说一些东西啊，基本说明，对啊，啊，就是跟你讲就是逃跑嘛，那、我专业的啊，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呢啊？你们有听过台北逃跑王？然后你点到东西可以用滑鼠去点来确认，难易度哦，伊里体力100可以存档，有即死。可以被打9次才会 game over 啊，随时都可以存档。那即死事件，那、会提醒你。
那对游戏不擅长的啊，或讨厌急死的，这是推荐的难度。Normal 体力50，可存档，可以被攻击4次啊，随时都可存档啊。第一次玩建议玩这个难度。Hard 体力10，不可存档，洗死一次就是 Game Over， 不能存档。你看看，这个才叫难易度好吗？这个才叫有难易度的游戏，我都不想讲了啊！不要不要，这样说的我们太偏激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啊！他妈的，这个才叫难易度，好不好？这个才叫有分难易度的游戏，一个可以被打10次，可以被打5次，一个不能被打，这个才叫分难易度，好吗？哦，这个才叫难易度啊！难易度啊，影响事件也不影响解谜啊！啊，还有 1.20 追加了超级简单啊，有150体力，可以存档，也有即死注意，可以被打14下，干什么血牛是吧？买好战者是吧？啊，随时都可存档啊。然后被挡路的时候，操作不能时间大幅缩短啊！受不了就可以选这个啊！啊，好，好了，开始吧。结局是什么？哦，三个结局加一个 Omake。哦 ，OK。哦，所以基本上是一二三，然后 Omake 的顺序。好，回到开头 ，New Game。开什么玩笑，对不对？我们专业级的嘛，哈、哦，人家说职业高玩就是要玩 hard 的，但是起手 hard 的不解释啊。好，开场吧，先走吧。啊，胡桃啊，看满大大写的胡桃，下面有个小孩子的图样啊。我们最讨厌大果实了，那、啊、讨厌那个脑子的味感觉啊。把人偶嘴巴张开一点都不有趣啊，不可爱啊，然后呢啊，不要放进去啊，然后把什么齿啊什么圆规放进去，然后还有拔舌头都就把头拔掉啊。好，没事，这里啊有个工具箱，里面有个 gum tape， 哦，那个 gum tape 就是那个胶带啊，还有 L 型尺，还有那个扳手，哎，拿扳手靠他脑啊，你没看他站在前面吗？快拿扳手啊。好，闪现闪人29秒。啊，有一个胡桃钱娃娃，干走开啊！胡桃钱娃娃，你是长最丑的，气死我了！门打不开，前面又挡个什么东西，好，先回去。先闪着，等一下啦！你这滑鼠怎么不给力呀、啊？这滑鼠不太给力呀、啊？有什么可以调查？哎呦，啊，书上写的什么啊？得到了胡桃啊！赞，得到胡桃，再拿一个，肚子饿了。哎，没有，只有一颗胡桃，你骗谁？上面连接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上面明明就有7颗胡桃，你现在只拿一颗，根本混蛋！好了，算了，那就闪人了。啊！胡桃，塞到胡桃前娃娃就对了。嘿，吃吧你！啊！娃娃头掉啦！虽然胡桃割了，可是娃娃头也坏掉，头掉了。看这个废物！然后我现在有什么道具来的？啊，还是有一个大大的胡桃，结果根本没用啊！这我们胡桃前娃娃啊！等，嘻！哎，快退！哦，这个你们说台北解谜王不简单啊！先往右走吧。然后呢？哦，按下门铃，当当，快开门啊！没有人，再按一次，一下你击败不出来啊！不要再玩恶鬼装甲村镇了，快开门啊！不要再玩恶鬼装甲村镇了，快开门！好，你慢慢玩，算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查？哎，大小姐早安，哎，大家安啊！还有 B 一长串，你好。啊！求救！救命啊！助けてください！それでいるんです！我被袭击了。哎，你好，可是看起来黄黄的，好像没什么屁用的。玄关有个灯，啊，太好了，这个家人啊，注意到我了呢！快救命啊！助けてください！お願いします！啊，快开门吧，求帮帮忙！呜呼！啊，哎，在门那边有个声音，偷看起来，为什么看到这儿呢？なしてる！快点啊，快开啊！啊！急いでください！早くしないと！快点啊！你再不开就……啊！不知。好吧，看根本不意外，再来。看根本混蛋，玩恶鬼穿甲村镇不救我，气死我了！先拿我的胡桃再说，然后塞进这个智障儿子身上，拿去吃吧你！啪啦，头就掉了。这上面有写啥吗？没懂。
得到哦，用扳手来割胡桃，哼，就胡桃钱娃娃根本是废物，还不如这扳手呢。咔嚓，得到了钥匙，干是哪个白痴把钥匙放在胡桃里面？重点是你怎么放进去的啦？哎呀，他又出来了，你好烦啊，走开啦！我来 reset 一下那个他的时间啊，然后重点是我拿到钥匙，哦，去开那个门，知道了，去开门啊，嘿。等下胡桃钥匙打开了门，哈哈，太简单了啊！这双雨鞋啊，看起来就像是可以加回避率的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来看牌子吧，上面写的文章啊，写的是小屁孩吗？啊，字歪歪扭扭的啊，嗯，桑达桑啊，那个圣诞老人啊，妈妈说我是坏孩子啊，坏孩子，圣诞老人不会来啊，但是如果来了的话，请给他钥匙啊，我感觉痛。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啊，小屁孩，等一下，我回来再看一次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他说圣诞老人不会来啊，如果来的话给他开门吧啊，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三个晚上呢啊，头好痛啊啊，这样子会不会死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拜托圣诞老人请给我圣诞礼物啊，然后把门打开吧。所以呢圣诞老人的鞋子也不是绿的吧，小孩子的绿色鞋，好，往左走啊，往左走，这么多鞋，你们是有什么毛病啊，脏色粉红鞋里面有泥水，我倒出来好多泥水，然后呢倒泥水干什么呢？你要喝吗？莫名其妙啊！有一个小孩用的蓝色鞋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你就不要放地上。你们是有什么毛病没有？走开了，这臭黑鬼！走开！别走开，你不要挡我路！我闪人先。然后我们往右，哎，往右。然后哎，圣诞老人就是红鞋了啊！橘色的鞋啊，是橘色的，里面有图钉，可恶，好痛，居然放了图钉，根本混蛋，是哪个小孩那么无耻，在里面放图钉，根本不要脸，我要图钉对付他，吃我的图钉啦，不行，可恶，图钉没有办法对付，好想拿图钉扎他脸的。有个汽车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有个鞋，黄色的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有一个蜘蛛啊，有个巨大的蜘蛛啊，遭受到了精神9999的伤害，但是对体力没有任何影响，太好了，只是个蜘蛛嘛，怕什么？哼，我们继续走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可以拿那个图钉放在鞋子，说，哎，黑人，请你穿，然后啪叽就戳到自己的脚，根本智障。调查一下里面，调查电话亭，没有可以使用的啊，使用电话吗？啊，给警察打个电话吧。干，是啊，国内专用，完了，我在作死，我进到了电话亭，拿起了电话筒。丢入了硬币，紧急打了110，啊，不是110，我在说三小110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好，这里是三市村镇啊，不是。もしもし、警察ですか？助けてください。喂喂喂，警察先生吗？救命啊！啊，我被袭击了，对方还有凶器呢。对，场所是。背后。有人的气息，因为我开了源，使用了源就可以感受到背后的气息。接下来是使用您了，西马达，糟了！空那尼给巴修诺那一巴修尼，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，自己居然逃入了这个死胡同。哎呀，他拿着榔头哎！阿布基。Game over， 不行，我好热哦，我开个风扇。等等，看我风扇已经开了，等等，睡下。没办法了。你有没有感受到我的？干你妹！根本王八蛋，这群混账。继续。但你们觉得一个玻璃门是有毛用啦？啊，好了，拿胡桃吧。然后就是不断的 retry 吧。没有啊，刚刚那是即死事件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差啦。按你两下门铃，再按一次，
我要吵你，不能让你好好玩恶鬼装甲村镇。那你不能玩恶鬼装甲村镇，吵死你！好，再见，拜拜。他不是在我眼前，为什么会瞬移？开门。高玩不需记录。绿色小孩鞋没有东西。走开，你好烦哦。我先倒这个泥水吧。我有没有漏的、啊？你们也可以帮我看一下，我有没有漏了什么地图上什么阿里不打的东西？嗯，那我有得到图钉吗？话说回来，没有。这里有个鞋子啊，里面还有更小的鞋子，再打开还有更小的鞋子，干什么啦？你们俄罗斯娃娃哦，俄罗斯鞋子哦，哎，八人木不是，那不是恐怖游戏，那很好玩，对啊，就我今天推大家讲很好玩，那不是恐怖游戏，虽然画面有一点恐怖，但是完全不恐怖内容啊，在里面还有更小的鞋子，小完了没有？还有更小的啊，没时间啦、啊，你干什么啦？俄罗斯鞋鞋哦，根本混蛋。想要干嘛？调查也没用嘛。这里还有一个鞋子，根本浪费我生命。黑色的鞋子里面啊，有一个揉成一团的报纸，但是没有时间看了。然后呢，再往前走吧。哦，圣诞老人找到了啊！但是周边的那个铁栏杆都没有门，不能走。好吧，白鞋啊，但是是个褪色的红鞋，里面有。哎呀，得到钥匙了，圣诞老人的钥匙，紫色的鞋子里面有艾莉吗？嗯，我是说有没有艾莉啊？不要理我啊！打开红色老人，哎，嗯，啊，不，刚开始有点毛，对，刚开始会有点毛，放心，我也刚开始也觉得很恐怖，里面后面完全不恐怖，你真的放心，这我可以给你挂保证，连我这么怕的人玩那个游戏都不会叫的，你可以放心啊。打开圣诞老人的钥匙，难道哪里怪怪的？哎呦，你干什么啦？一个奇怪的画啊！这个画的小孩子是什么呢？啊，塔罗嘎啊，叫做2月23号 ，Ogamoto Takeshi 武志吧，写在背面。看这小孩，这小孩一定脑子有洞，先闪人。等一下万一到4秒又收工了。路中间有一个一团的纸，把它打开吧，是日记的一部分。全是日记被涂掉了。今天呢，那个某个地方的奶奶生气了，然后呢，有一个说家里有奇怪的味道，然后呢，爸爸怎么办呢？妈妈就去了什么地方呢？然后早点跟妈妈去什么学会就好了呢。好，再回来。那边真的很好玩，如果你们那时候有看我玩那个哈基米内诺的 flag 八人木的 flag， 那边真的超级超级好玩，对，而且还有神展开，结局也超棒。你们这边走到小孩都妈妈挂掉啦，又有奇怪的画啊！这个画的名字没画是谁呢？9月1号，苏鲁卡马纳普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苏鲁卡马纳普写在背面，这个人大概脑子有洞吧？又有一张纸，然后日记的一部分，今天是仓库的钥匙没有了啊！昂修拉邦拉拉，我豆桑的南修爸爸什么当旧日，爸爸什么日吧啊？然后学不了啊！再见，等下再回来看一次。哎，我怎么到这来了？这边又是什么东西？来一张奇怪的画，来个奇怪的人是谁呢？2月25号，都喜希豆喜希豆喜。Hiroshi 广志是吧？然后广志写了个毛啊，这里又有一个东西啊，又是日记的一部分。今天今日啊，今天在那个中庭玩啊，靠近了附近，但是有奇怪的味道啊。但是离家出走一年了啊，妈妈出去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一个礼拜了啊，好寂寞啊。爸爸的生日好，然后妈妈不知道去什么学会了，那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又有一张纸，你们烦不烦啊 ？Taskade 救命，救你妹啊！写这 Taskade， 我才要跟 Taskade， 你们写纸浪费我时间。莫名其妙，因为我只有30秒，好吗？还是说某个地方有奇怪的味道吧？还是说中庭对啊，仓库有奇怪的味道？但是什么？一跟他成什么什么离家一个礼拜，所以他离开家里一个礼拜，妈妈也什么怎么怎么着，好寂寞。
马来西亚，如果我翻错，就请大小姐帮忙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又有一张纸团，那打开就是刚刚那个嘛。啊，这是什么仓库要上锁嘛？然后是爸爸的生日，爸爸怎样？然后呢，就是刚刚 Dakimasen 什么没办法从哪里回来，然后爸爸，那、啊、爸爸一定生气了，所以大家以为我离家出走了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仓库吧？左边是不是仓库呢？爸爸很高兴的庆祝生日，然后妈妈的头就不见了。好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刚刚那个阿伯来说你家很臭。哦，然后这边还有什么？好、哦，有一个门。啊，四位数啊，一二三四。哎，等等，30秒之后你就会上天堂。看错，干，你现在也知道不是。哎呀，哎，对，等等，应该跟日记有关吧？9月9月圈月圈日哦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猜到这个是几月几号？哦，要那个推理，有没有推理的啊？圈月圈日是说爸爸该怎么办了？妈妈去学会了，然后如果早点跟妈妈去学会就好了。所以说这个是圈月圈日，然后已经有奇怪的味道，所以这应该是最后的味道了。然后这张是9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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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又涂黑了！你根本王八蛋啊！爸爸的生日，爸爸生日几月几号？我怎么知道啦？莫名其妙，你们这些人，反正班九月八号就是了吧？应该九月其中一号吧？然后这是什么？爸爸把头摘下来了。二月二十三是 Takeshi 23写在背后，23上面还有只鸟呢，那是什么鸟？哔哩蹦鸟吗？二十三，然后这个什么啊？为什么我又去看了重复的东西啊？对，看画，九月一号是在开庆生 party 吧？这是爸爸的生日吧？九月一号是爸爸的生日，然后这个不在了。9月1号，这是2月23号，你也差太远了吧？9月1号，23号，然后。因为这游戏有时间限制啊！哎，这里有没有门？没有。换你妹！噔噔。9月23，2月1号，这是几号来的？2月25号，所以是2月24吗？然后这是9月。根本没有办法推理啊，这就是真正被追的时候，人陷入危机就是会这样吗？哎，调查里面，哈哈，找到了个什么东西，又修复库幼稚园啊，毕业什么东西啊？那当刚不急啊，没有，2月23号制作，9月1号，2月25号，天觉得俊和啊，天阁、啊、天国、啊、天什么国了、啊？我才要去天国了，再看一次。调查一次啊，然后呢啊，这是什么啊？阿他妈哦，不羁啊，头被不羁了啊！这是他可以写2月23号的。然后莫哇帕帕诺丹就比他爹爹是爸爸的生日，9月1号。然后阿纳达诺米来，你的未来啊是2月25号啊，跟天国的一起毕业吧啊！中学生大家都是好朋友呢，我才不想跟你们当好朋友，莫名其妙。对啊，感恩我这被杀了还可以想出啊，先躲起来好了，再见。干，我躲了起来，慢慢的把眼睛闭上，把手身体缩起来，掩住了气息，两手遮住了耳朵。お願いだから、どこかへ行って，求你了，去别的地方吧。话说回来，说我们刚刚拿几个日期来的。流行天国不如玩节奏天国呢，哎，走了耶，哈哈。姑父呀，十分钟打到卡，5分钟不过了10分钟吗？もう人の気配はしない，已经没有人的气息了。哈哈，你看我逃出升天了，哎，你才没有，他拿了锄头。そんな，原来你是去拿锄头哦。まさか、ずっと目の前、然后一直在眼前吗？啊，おビルを私見て楽しんでいたのか。难道你看着害怕的我很开心吗？哦，223、225、29，啊，不叽嘎达砰，是啊，更不意外。
没关系，反正这个游戏还蛮简单的，不是蛮简单啦，就是你知道的时候就很快，你就知道怎么走，其实就很快了。对，他已经使用了圆，然后我们没有使用绝，就会被他发现。话说回来，绝可以挡圆吗？我觉得这个如果半夜一个人玩是挺恐怖的啦。所以0224嘛，不对，那0223，敢全部试一遍再说。打不开，0901不是是，哎呦，哇塞！他刚说啥？他是说什么？再看一次。哎，打不开，生日不是9月1号吗？哦，所以生日不是9月1号。那我们要研究一下生日到底是几月几号？再看一次，生日，他刚刚说的生日是爸爸的生，哎，他什么？多少呢？弹就比加西达，要推吗？从学校回来，反正不是9月1号，就从9月1号往前试嘛。8月节31个，爸爸的生日嘛，9月1号。所以如果是9月1号画的，那应该是8月31喽。如果依照我这个台北推理王的那个想法的话，我怎么又回到这了？看一次，调查一下这里。他说 ，Kino， 哎，对啊，说 Kino 啊，不是今天吗？爸爸的生日啊。可是他说 Kino， 哎 ，Kino 是今天吧？哎，不对 ，Kino 是昨天吗 ？Q 是今天嘛 ？Kino 是昨天吗？先不管这个，啊，应该是8月31吧。这种都不是9月1号，就是8月31啦。Kino 是昨天，对 ，Q 才是今天。看我脑袋已经有点混乱了。好了，打开了，哎，有忍者龟 ，Mampuru 有一个地下道，有没有忍者龟？哎，没有哦。哦，原来是个贴着那个下水道照片的东西。干哪个混蛋啊，这么无聊啊？背面有什么呢？去摸摸看。哎呀，有一个什么？这什么？哎呀，随便啦，莫名其妙的妖怪啊！背面有个小妖怪啊，那小妖怪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啊，高木人形啊，高木妖怪啊，放在这边啊，万一人家踩了怎么办？啊，一个奇怪的高木妖怪，在我物品栏里嘛。啊，高木妖怪，小小的啊，那个阿罗哈，穿着阿罗哈衣服的人，手上还拿着乌克丽丽，干根本智障，那种东西有人会要吗？你送我都不要，莫名其妙的游戏。然后我看这有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继续往前啊，有车啊，有一个。有一个火药瓶啊，安你好，然后有什么啊？有车二号啊，有门啊，有灯，有树，有东西啊。车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啊，这边有8台车，这个地方应该开了不少车。话说回来，这台车的车牌是不是0138？那这是什么车来的？看不出来。哎，这里有东西，等一下再回来，我先换。啊，高木婆是什么鬼东西？哎，又有一个奇怪人偶被碾烂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秋桑人偶还被碾烂了，根本超惨的。为什么啦？怪人跟高木是好朋友是吧？哎，又到这里，又有一个门啊，有5个，敢说要收集5只吗？好吧，那这个就简单啦、啊，这个找东西就没有问题了。你们有听过台北找东西之王啊？这边附近有没有东西？让我高速滑鼠移动，没有。哎！
我刚才有看，哎，有，哎，这个什么烧过的东西啊，在被烧过的娃娃啊，勾几人偶，勾几被烧掉了，干哭哭。这里应该左边去看看，这里有啥来着？哦，我看看哦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应该还是娃娃吧。不要出来，你好烦啊，你有完没完，这个屁屁人啊。这里又是这里，嘿，有了啊，得到了一本 poem 账。什么意思啊？ poem